金钟奖二度封后，影星接受台湾大搜索独家专访，说喜欢福泰的男伴，像是前男友袁大少东马维辰吗？那就是一个喜好跟心理的安全感。本土剧女星金喘罹患卵巢癌末期，她在镜头前忍着泪诉说艰辛抗癌路。演艺圈知名双胞胎兄弟分得出谁是谁吗？专访中他们透露一个大秘密。52台台湾大搜索，星期六9点钟，李志熙等你来看。